滨海新区，嗯，滨海新区，对，滨海新区的，嗯，新区，就奔着做个发型来的嘛，对，啊，变个形象就行，年轻点的，也就那些个，时尚点的，嗯，好打理的，嗯，您今年多大了？今年55了。55？嗯，就换个心情，对吧？对对，而且，哎呀，天天夹着它怪热的很的，难受。长这么大剪过短发没？剪过。嗯，上学的时候剪过，然后生完孩子剪过，嗯，剪过，有一阵兴那种翻翘，嗯，兴做剪过，剪的说这话吧，对，后来就一直就养长了，养的咱们就从肩，每次剪的时候剪到肩这块儿，嗯，就您那个是那个发质，我说实话也没个啥用，嗯，就是吧，天天要不也是绑着，也是扎着。嗯，对，你就不如解放自己，嗯，对不对？热，嗯嗯。关于这个发型上，你自个儿有啥想法没？咱俩沟通沟通，聊一聊。因为这女人呐，这个长发剪短了好剪，但是你留长了不好留，对吧？嗯。最好这回剪一个心仪点的，说看起来顺眼的，洋气点的。啊，您看这设计设计。我看这设计啊，这多短的无所谓，好看年轻就行。对，好看年轻显得文气一点，但我性格比较那个嘛点。不是这么外向，是内向人。内向人，对，那得含蓄一点。嗯，知性大方一点。对，知性一点，知性一点吧。嗯，不希望他那么干练，那么强势，看起来是吗？那说干练的也挺喜欢的。你看，人就怕犹豫。我就有个矛盾。矛盾是吧？因为我交给您了，让您给设计得了。嗯。你每次洗完头都得抹那个护发素啊，那焗油得焗上以后的。这我也别抹了，这完全直接抹小精油就行了。行啊，剪了，剪了。头发不要吧？不要啊，这头发嘛。看，就这。嗯。多远了？真多呀。过了50人就想剪，想剪那块的，下不了决心，总怕剪好看。嗯，然后我们那个理发师也说，那那玩意儿再等等吧，你再老磨老磨，再养几年长，毕竟长头发还行。但是随着你年龄越大，你适合的发型就越少。对，显得憔悴。对，一老了留长头发。嗯，看上那姐姐，你给剪的都一个个的都挺弄完，剪完以后特别漂亮。嗯，反正我呀，尽量做我最大的努力。嗯。别白跑，因为来这儿啊基本上都挺远的，对吧？嗯，对，就是奔着您过来的。嗯，都愿意把第一次交给我，是吧？嗯，就给你们展现的就是美一点，漂亮一点。嗯，回去呢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好打理一些。对，你没发现吗？剪得漂亮，回家都不会打理。嗯，我一会儿教教你，是吧？嗯，但是你这头发多，你还发质不好，最好是洗完头以后抹上小精油去打理，这样让头发服。嗯，要不头发不服。等剪完了，我再打算就以后就不烫了，不折腾它了。你的发量够了，其实不用老那么烫那么卷。嗯，烫有时候伤头发。嗯，我的头发是你以前发质挺好的，就打烫啊染呢、啊、开始折腾的，都不行了。因为我脸呢大，我感觉，嗯，那个在现在胖了嘛，嗯，就感觉好像是这头发吧，好像长头发扎起来吧，就显得脸还是好点儿。对，我就不敢尝试短的。人我妈多少年了，那过了40多少，一直就短头发，特别好看。我妈脸型就比我好看，我随我爸爸。短头发舒服。对，还利索了。刚剪刚剪完以后，刚洗头去。感觉挺倍儿轻松，感觉那堆头下去。你这头发有点自来卷儿，有一点儿，有一个大弯儿，就在后面的话。我感觉一般的理发师都告诉你，再留几年吧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先别剪了，再尝试尝试啊，因为你再留到岁数大了留长的，除非你盘起来。嗯，其实我都当一回坏人。不是坏人，是好人。不有点大弯儿，嗯，你估计你洗完头就得睡一宿。对，我而且我睡一宿，一觉起来我头发就容易炸。对，以前弄短头发的时候，头发上还得炸。嗯，
睡觉有时折腾，睡觉睡眠质量不太好，那铺腻腻有那枕头上边。所以这样打理呢，你就用点小精油抹上点，让它降噪。嗯，不至于那么炸毛的。你是什么工作呀？幼儿老师。幼儿老师。嗯，这不今年刚退吗？退了。嗯，55。怪不得保养的这挺好的，心态年轻是吧？嗯，没嘛事儿。心态年轻。4月份，4个月了吧，退了，在家待着小半年了。那这没啥意思。这在家不养猫吗？养猫啊。养猫省心，比养狗。也不省心。也不省心。嗯，养的小流浪猫。小流浪猫。有残疾的有点，看着怪可怜的，养着吧，哎呀。有爱是有吧？他有时给你那个，你烦的时候看他还高兴点呢。啥是个事儿？要不养花养草是吧？养花养草，不喜欢的，他没有活，看不见的活力。花草的，那小猫最起码跟你撒撒娇卖萌的。来的时候没担心说剪坏了咋整啊，是吧？那个换哪有剪坏，剪坏点没事儿。看您上设计的，每个人都挺好看的。弄完了以后，长什么样的？有一个长得感觉不像那个那个女生女的，哎，嗯，都剪完都挺好看。不相信您也不来了。对，也不见你了啊，我旁边两小时了，还缺两个小时啊，我说奔着你这份信任，我得给你讲好看了，对吧？对，你之前那脸应该瘦着是吧？没有，对对，我得打退休退的，长点肉，这是你发福嘞，嗯，不操心嘞，嗯。刚退的时候还在家还锻炼锻炼，后来一天一热就不爱动活了，彻底放飞自我了啊。空调一开开就不爱出屋子了，在家撸着猫是吧？伺候了几只猫了。你就算看这个小视频，我总看那个小猫的那个视频呢，他们养猫的，然后突然出来说好长时间了，然后就刷着一直就关注您，就看您这个，哎，每次剪的都挺好看，然后就推给我妈看。你妈估计老看，她没啥事儿啊。我就看那几个视频，别的我就不看了。看我关注的那几个。我教你咋打理啊。嗯，这个吹风之前准备一瓶小精油啊。之后呢用上1、2、3、4啊，压上4泡。对，人家都凉了，4泡。嗯，它不油腻，它也不招灰。之后呢给它揉匀了啊。我都发中还有发尾，这样的话你的头发肯定不炸。你像屏幕前面啊，如果说这个头发自来卷啊，沙发呀，还有就是头发受损的毛躁的人都可以备一瓶小精油，洗完了头发擦干就抹这个，对吧？对，之后再吹风。发型对于你来说就是画龙点睛，是吗？对。心里是一份紧张。不用紧张，我特别紧张。就是心跳这点的吗？嗯，因为好打理了，你也看出来对吧？抹个脸上吹干就行。专业的事儿你都交给专业的人对吧？自个儿也不用想这个，睡不着觉有啥用？还面对不还得面对，就心眼小。心眼小，这脑门心眼你看怎么小？你这前面皱起来也难看啊，脱帘少点，来一点就行。我感觉皱起来不难看。因为我留不惯。
你回家再这么周着点儿，不也行吗？对吧？不也一样吗？嗯，他脑门还是显得大，脑门大。嗯，刘海少留一点是吧？哎，人见过的人多，都脸型都给人理发，嗯，就知道什么配什么脸型配什么样的头发哈。对，头型啊，嗯，会设计。我们就是看人好看，喜欢那种就行。有的时候。你看你长得，你看你的长相适合很多发型，对吧？嗯。但有的发型你都剪不了。你看我心里面知道，把你刘海剪到眉上面，剪个个性一点的，这么露出来会更好看。但是呢，你回家不一定能接受了。嗯。对吧？这是按我的眼光去看好看，但别人的眼光或者你的接受能力都接受不了。但是你拍张照片就特别好看。嗯。是吧？所以没事。所以咱们得符合什么？看怎么弄，怎么好看。得符合生活。我就反驳我头帘不能太厚了。对，看有的姐姐剪的那种锯齿的那种。嗯，我适合那种吗？适合，特别适合。但是你回家打理不了。嗯，你眼前往上面扒拉的情况肯定改不了。对，我到夏天时候一点一根头不能掉下来。哎，你回家还得扒拉，都得上。你剪成上锯齿儿了，这么嘎的一块，这么一块算大锯齿儿。有时到天热的时候，弄小夹子得把头发夹上去。嗯，所以你这发型还是比总体上显得洋气，然后呢好打理是吧？自然一点就可以了。嗯，我感觉，那等到你以后短头发留习惯了，咱们再尝试别的。嗯，有挺多发型适合你的。没事，等再给我再找呢。对。眼前咱们要注意，说回家喽，是吧？稍微一拔了，一吹就行了。嗯，一点点过渡。对，一点点过渡。这个一般得几个月，多长时间得打一次？发型？嗯，那剪的话，两个多月修改一次就行了。嗯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阴天下雨的时候，剪一剪。有时候心情烦躁了，一看这头发，哎呀，是吧？也厚了，嗯，剪剪头，让我心情都好点。嗯，我这本来一退休之前都打算好了，退了休去玩玩。这一养猫就不行了，离不开人，舍不得搁家里边，扔家里扔着。养上猫你就不能出远门了。嗯，都是家里得留个人看着点。你挺会美的，其实我自己盘头盘挺好的，自己盘头有外就是稍微夹呀一卷吧的，嗯嗯，后面也特别自然啊，也没有剪特别特别愣，看到没？看不见吧？看不见，后面特别自然的，嗯，挺舒服的，挺好，漂亮，满意不？感觉满意啊，太棒了，点赞，点赞，这小金眼好用不？好用，好用是吧？不油腻吧？嗯。屏幕前面啊，如果说咱们家里面有头发这个干枯啊、毛躁啊，还有自然卷、沙丘发，这个还有细软的发质的啊，都可以用点小精油。嗯、然后呢，它不油腻，不招灰，用起来呢很方便，抹上，哎，晾干吹干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洗掉啊。嗯。有需要的话，你们可以点开左下角，完了自个儿直接下单就行了。真美，满意不？满意。点个赞。点赞。太满意了，嗯，特别好啊，好点个赞，哎，下回还来不？来，嗯，一定要来啊，一定来，哎，好。